其实我要感谢我的父母，然后我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面，纵使父母的婚姻不和谐，那可是我们从小也没有少过吃少过穿的，父母都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，也把我们长生得健健康康的，那让我们可以有工作的能力，甚至可以服务社会的能力，我觉得这都一切都要感恩父母，然后感恩这个社会给我们的这些机会。